化妆的正确顺序：第一步水，第二步眼霜，第三步精华，第四步乳液，第五步面霜补水锁水，最后一步防晒隔离霜。上脸一秒冷白皮，不搓泥，不假白，水润不油腻。底妆第一步气垫，第二步遮瑕，熊猫眼、法令纹、痘痘、痘印遮一下。第三步定妆，一定要选择这种轻薄的定妆粉。第四步画眉毛，第五步眼影，我用的双色眼影大地色。第六步画眼线，第七步修容，修出高鼻梁小V脸。再涂个高光，第九步涂口红，第十一步涂腮红，最后一步再涂个唇蜜。还不会的姐妹点心收藏学起来。